11月15日晚，应采儿老爸通过微博晒和外孙 Jasper 合影，并称看他的日常起居生活就知道他必定是人上人。照片中，应采儿老爸一副葛优躺的姿势， Jasper 坐在沙发靠背上，脚踩着外公的肩膀，双手抓住外公的头，霸气十足，画面非常的温馨有爱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外公真的是太宠溺，比和爸爸在一起时放松，估计春哥不会让他这样吧，天伦之乐。日前，应采儿爸爸微博发文感谢粉丝对陈小春父子的喜爱，我家宝贝与爸爸的亲子历险已经结束了，成长和亲爱是他们父子俩这两个月共筑的桥梁，即便没有参加的我们也都感染了一生的幸福，苍天保佑宝贝以后健康快乐的长大，也祈愿天下儿童都在爱的福泽中成长，谢谢爸爸去哪儿以及爱护他们的你们。应采儿爸爸给文章配了一张 Jasper 大笑的图片，照片中还配上了文字，开心要大声喊出来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谢谢外公培养出这么好的 Jasper， 公公的教育也功不可没，谢谢公公婆婆把 Jasper 教得这么乖， Jasper 太可爱了，教育得真好，看来公公很爱他，所以他老在节目上提起公公和婆婆。